好主播观众持续来关心副院长选举的一个最新状况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他们现在要来做最后的一个确认，因为刚刚从2:30开始的副院长一个投票，目前已经投了半个小时了，刚刚已经也蛮热络了，现在就剩下几个人了。目前的话是要来看看说他们是不是现在全场都已经投完了。目前现在进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是有媒体在民众党的媒体群组来提问，因为现在外界都关心他到底是投给谁哦。那有媒体是发现说，是不是这一次民众党的8票都投给了国民党的徐宇珍这件事情，目前有媒体在来询问说，这个消息到底是为什么会是投给他呢？这个消息我们目前在持续的来追踪当中哦。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